所以这就是你这一次考古的成果？嗯，是我在一栋废墟里发现的。这么说一定是本传说中的秘籍喽。秘籍吗？你看这里不是写着女神进化吗？一定是只要学会了这所谓的女子力就能进化成女神啦。嗯，那比安卡你怎么看？自古就有神赐十戒、人取真经的各种传奇，人类也是靠着神的教诲以及虔诚求真的心开创了黄金时期，所以这说不定。比安卡你太古板了。你们谁见过神吗？那就是了，可就是因为看不到神，所以那些修炼成功的人才会被误以为失败了嘛，毕竟留不下任何证据。这么说来，如果能够学会这种女子力，说不定就能重现黄金时代的文明，甚至获得女神般的力量。但这也可能是毁灭人类的力量，就像远古时期的人类修建了通天的巴比伦之塔，结果招来神怒。女子力，何等恐怖又矛盾的力量啊！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世界啊！别这么说，实际上你单纯只是觉得好玩吧？不过黄金时代的力量是真的很可怕。总之，不先打开看看的话，你要是没胆子，就让七十看嘛。可是，总要有人迈出这第一步嘛，比安卡。那好吧，可是，一旦感到不对劲，你要立马跟我说，我会帮你除魔的。好嘞，除魔。这是什么？这反应，七十果然是被邪魔附身了。你冷静点了，比安卡，那叫失望。书里写了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一些女生的照片，还有莫名其妙的解说。照片？解说？我明白了，那里面究竟是什么？能够魅惑人心的魔法。文字是解说，图片是示例。果然是禁忌的黑魔法，这东西应该快点处理掉。不，就是一些意义不明的配图和文字吧，根本不是魔法呀。小七十，你不是想跟大家做朋友吗？嗯，其实想交好多好多朋友。那只要学会这本书里的女子力，你就可以交到好多朋友了。不行，怎么能用黑魔法诱惑人性？哎呀，魔法的好坏当然是要根据使用者的性格决定的啦。就像真正的艺术家可以用任何工具创作出艺术品，可是不能被过去所束缚哦，比安卡。人之所以会进化，就在于你不断地突破现有的限制。让我们看看，获得女子力的第一个办法。楚楚动人的眼神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从眼神下手确实有道理。那么小七十，请跟七十做朋友吧。零分。为什么？上面都说了要楚楚动人，你这个叫天真可爱吧？不，你甚至连眼睛都没打开。那这样呢？哇，好一双后现代主义的眼睛啊。不过时代是会变的哦。切，其实就说这书里是骗人的嘛。哼。那么下一位有请扁卡小姐。为什么？我不擅长那种事的。试试又不会怎么样嘛。来嘛，就当你在注视着你心目中的神明啊。我知道了。其实感觉好像被净化了呢。这清澈的眼神简直就是圣女啊。那艾拉你又怎么样？就只会让骑士们出丑。说的也是，那我也试试吧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创作吗？艾拉，这就是女子力制造的魔法吗？好厉害！小骑士的反应果然有趣。住手，这是现代特效，不是古代黑魔法，过一会儿就会消失的。神态很难掌握的话，就只好从装扮或技术下手了呢。技术？其实擅长的东西有很多哟，比如捉迷藏。不是玩乐的技术啦，是更加贴近生活的。这么说来，我记得卡列尼娜最近似乎学了几道新菜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去向她请教吧。哇哦！下午好，卡列尼娜。我们有点事想。卡列尼娜不在呢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看看卡列尼娜老师在衣着打扮方面的宝藏吧。寻宝开始喽。这样不好吧。你个笨蛋露西啊。卡列尼娜老师。谁？那一天成了我七十
以及艾拉终生难忘的审判日，我们亲眼目睹了恶魔的降临。果然女子离是会招出毁灭的禁忌之力，现在的我对此深信不疑。